Thank you.
已经到了呀，我关了静音都没有看到。OK，也读。
是你要美了吗？今天晚上说好的要留在这里陪着我到3点钟哦。可不许反悔哦。
Thank you.
小月亮可以看看牌子哟。
记得联系一下彤彤的米哈哈哟，晚安哥哥。